院长，这是花椒树吧？花椒，这叫花椒，好香。以前我们小时候啊，去学校读书嘛，啊，然后那个没作业嘛，啊，作业没写的时候，花椒在树上搓，然后打这，老师打这样的话不痛，树麻了。你来试试，你来试试，不错啊。来，我试试。对对，我也对。你知道山竹会用花椒做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会用花椒装房子。装啊！我们花椒要牙齿痛的时候，也是让它麻的。对。你来打，我来打，你别哭啊！好，来，来打。你不要哭啊！你不要哭啊！走吧。你打算拼个什么？拼个什么？找个牛粪，我们插点花在上面就结束了。行，我们来拼个动物吧。可以。你想拼个什么动物？拼个狗屎花。可以。拼个马吧，怎么拼？瞎拼，就按照珍珠的样子拼。好，太好了，真的对不对？对。可能更像个帐篷。我觉得像个帐篷。那我们带帐篷吧。你看，你把酥油茶和这个混一下，和咖啡混一下。你待会儿就看我的表情形式，如果我的表情很难看，就不要喝了，说明不好喝。你等，这样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嗯，可以试一下。不香不酷，不是的。你到。你到北京上海去，你是他们的早点习惯吗？去北京的时候，我一直叫外卖。叫外卖？叫的什么外卖？麻辣香锅。对。麻辣烫。四川的。